大数据这个词我已经很久没听人提起了，曾几何时，它也是风靡全球的技术热点，就像现在的 AI 一样，每个企业都在想方设法的把大数据技术加入到自己的系统中。2010年代是大数据热潮的顶峰，我恰好也是在那个时间踏入职场，恰好进入了大数据部门，也像是在一线亲身经历了那个时代的起落。大数据时代死了，甚至可以说它没有活过，因为它的预言都没有成真。我们没有迎来指数级增长的数据规模，也没有进入完全由大数据驱动的商业时代。大多数企业靠巨资投入建设的大数据系统，沦为吃灰的数据仓库，只是偶尔吐出几份统计报表给领导看。它的没落是一个很好的教学案例，它体现出我们是如何错误地预测技术的未来，那些过于乐观的、过于客观的估算是如何被现实所击破的。这些错误或许能让我们对现在的或者以后的技术热潮有更冷静的判断。迈入21世纪，技术圈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互联网泡沫的破裂，让计算机行业从废墟中重生的是搜索引擎、电商平台、社交网络等服务的兴起。这些简单好用的服务在互联网的帮助下迎来指数级的用户增长，由此带来的数据规模也超过了当时计算机硬件的处理能力。所以，基于分布式计算的大数据框架应运而生，在科技巨头们的大力宣传下，这些技术席卷了全世界各地的大中小企业。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是被吓进大数据时代的。这张曲线图在当年就如同圣旨一般出现在所有企业的讨论会上，它所对应的就是大数据的第一个预言：我们即将迎来指数级增长的数据，数据的规模将会是天文数字般的存在。在当时，没有人敢反驳这张图。你想想。你反对他，是不是就间接的认为自己的公司没有未来，没有增长空间，做不到像谷歌和脸书那样？而且这张图很巧妙地结合了胡萝卜和大棒，一方面它让企业为如何处理即将到来的大数据感到焦虑，另一方面它也给企业带来了无穷的想象空间。这么多数据能带来多少新的商机啊？当时最大的瓶颈就是计算机硬件的性能，即使硬件的性能发展严格遵循摩尔定律，也只能做到线性的增长。比起预言中将会出现指数级增长的数据是完全不够用的，scale up 不行，我们就只能 scale out。通过分布式技术，通过堆叠硬件的方式，跟上数据的增长速度。现在作为事后诸葛亮来说，当年的我们想象力是真的丰富，因为20年过去了，我们并没有看到数据有指数级的增长，TB 这个单位依然稀罕，PB 和 EB 更是只有在一些科研项目里面会看到，反而是计算机硬件的性能。稳扎稳打，一路上涨，在不知不觉中，这两条曲线交叉了。这个死亡交叉让很多所谓的大数据问题，现在都可以通过把所有的数据全部读进一台机器的内存来处理。其中一个经典的例子就是，曾经国际象棋比赛的数据统计需要用7个节点的 Hadoop 集群，花将近30分钟才能够算出结果。后来有人发现，这些原始数据的总量已经塞不满一台普通笔记本电脑的内存了。所以现在你完全可以把原始数据一次性读进内存，然后用一行 bash 命令在12秒内完成一模一样的统计。那么当年的我们为什么会错得那么离谱呢？错误之一就是我们严重高估了自身的数据规模。大数据时代的开端可以说是04年谷歌发表的 MapReduce 论文。谷歌的产品经验和技术分享是大数据预言的一个重要基石，因为大家讨论的是未来，那总得有参照物。所以这个参照物就落到了分享最多的谷歌身上。只有在一切如尘埃落定的时候，大家才发现这个参照物有点不现实。谷歌的 BigQuery 系统是大数据时代的一个里程碑产品，而 BigQuery 的前总监曾经在一个技术论坛上分享过，他们的活跃用户里，数据储存量的中位数甚至都不足100 GB。还有根据 Gartner、Forrester 这些国际顶级市场分析组织的分享，绝大多数企业的数据仓库体量达不到 TB 量级。所以在市场分析行业，百 GB 依然是标配的基准单位。而错误之二就是实际有用的数据比想象中更少。先上车后补票的心态，在任何一次技术热潮中都是大部分企业的第一想法。为了不让上级责怪自己为什么在新的时代浪潮面前无动于衷，决策层永远都是先把新技术装上，至于怎么用，以后再思考。现在的 AI 时代是这样，当年的大数据时代也是这样。所以当时几乎所有的大数据项目都是先立项，先把仓库建起来。至于要收集什么数据，因为大家都不知道之后要分析什么，怎么分析，所以为了避免因为收集不齐全影响了以后的分析，
那就不管三七二十一，把能买点的地方都埋了，能收集的数据都收集了。当年我所在的大数据部门，每天就看着成吨成吨的 Apache Log 被运进来，网站上每一个组件的每一个动态，用户的每一个动作都被记录下来了。但这些 Log 有多少被用上呢？很少很少，因为大部分都是噪音，没什么价值。大数据的大其实指的是两个维度，一是储存量，二是计算量。在大数据一元中，这两个量会肩并肩的一起上涨。但现实发展的结果是，储存量随着日常运营线性增长了，但计算量基本维持在一个相对固定的区间。造成这个结果，是因为在当代的大多数行业、大多数业务场景里，我们都更关心最近发生的事情。这是因为技术的发展给业务带来一个显著的变化，决策周期的缩短。以前一个季度、一个月才能响应，现在一个星期甚至一天就能做出调整。正因为整体的决策效率的提高，旧数据变得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了。就算我们勤勤恳恳地储存了十几年的数据，但是最受欢迎的永远都是最近24小时、最近7天、最近30天。我的这些个人观察和谷歌 BigQuery 的内部数据是一样的。BigQuery 客户绝大多数的查询和分析都只针对24小时以内的数据，年纪大于一个月的数据基本上就只在仓库里吃灰了。所以，即使客户储存的数据已经达到 TB 量级，他们的计算量也还停留在 GB 级，甚至90%的查询所调用的数据都不超过100 MB。大数据最重要的语言其实不在技术层面，而在商业层面，用科学的、客观的数据分析。给企业提供未来发展的引导，让拍脑袋做决定变成用数据说话。但是，把如此重要的权利交给机器，没有多少领导会愿意接受。决策越是重要，对公司运作、预算分配、业绩考核的影响越大，人们越是要掌握自己手上。在这场权力的游戏里，领导想要的不是数据的结论，而是让数据说出符合自己要求的结论。我以前有一个做数据分析的同事，就有很深刻的体会。他说，就算他的分析报告写得再好，分析得再准确，如果结论不是上司所要的，对方就会揪着一些无关大雅的细节反复批评他。反之，如果结论就是上司想要的，对方甚至都不关心数据准不准。有几次，他的上司甚至直接给他下达命题作文式的任务。做过数据分析的都知道，要造一个结论是很容易的，就像那些做社会调查问卷的，故意挑选一些特定的人群，稍微调整一下话术。就能够让结论倾斜到自己想要的效果上，数据分析沦为管理层的传声筒，它的真正价值就会被埋没。人类的另一个干扰因素是对数据驱动的业务模式信心不足，于是我们会看到，在很多企业里，数据驱动了，但又没有驱动。B 站的推荐系统就是一个很不错的例子。这种视频平台的推荐流，在你的想象中可能是一个严丝合缝、精密运作的全自动流水线。是根据你的观看历史，根据 UP 主的视频质量，根据准确捕捉的大数据来决定下一个展示的视频。但实际上，这些被我们称为推荐位的曝光机会，很多都是人工安排的。这里会涉及到社区运营、产品部门等各种利益相关单位，所以整个流程繁琐且冗长。一个视频从被挑选出来到出现在推荐位上，往往需要几天到一个星期。这种在数据驱动的自动化流程里，插入人工干预的流程是很多企业都会做的事情，有些还是归根于权力的分配，有些则是对于数据结论的不信任。不管是哪种原因，都会导致大数据的价值被进一步压缩，久而久之，大数据的主导权被剥夺，就会沦为一个普通的工具。我们最终没有迎来大数据时代，但这个旅途是值得的，它留下了丰厚的技术遗产和全新的商业模式。即使是我们犯下的错误，对未来发展曲线的估算错误，对技术落地的障碍的判断错误，也是很宝贵的经验。这也是为什么我喜欢研究失败，为什么 MAPGA 系列有那么多期视频讨论都是失败的案例，各种被淘汰的技术、错误的观念、代码漏洞等等。我们总是被教育正确的做法、正确的答案，但是排除错误答案的方法更是不可或缺的。否则，我们怎么样才能避免踩进下一个坑里呢？